这好剑法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小姐，你现在要是冲动发怒了，只会让别人觉得你嚣张跋扈。 千万不能冲了别人的圈套啊！士可杀，不可辱。他们两个敢当着我的面这么亲密，我怎么忍得了？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 姐姐为什么让我们放手啊？公主，天色不早了，还是早点休息吧。可是姐姐妈也不累，将军教的剑法我都还没学会呢。公主还是叫我将军夫人吧。再说，这些招式也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学会的，不如早点休息，改日再练。 也是，天色已晚，公主明日不是还要去集市逛逛吗？不如早点休息。我好好陪陪公主逛一逛，聊表一下地主之谊吗？也是，明天还要逛街呢。那我就先去歇息了，明日再见。再见。 夫人，忙碌了一整日，我们也早点休息吧。还是。 继续我们刚才未尽之事，不可！不可！夫人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我明日再回军营不可吗？不可！将军乃义军之统帅，怎可如此玩物丧志？若是传了出去，定会污了将军之英名。将军不必担心，府内一切事务皆交由我来打理。 公主呢？你也大可放心，我必定妥善照拂于她。但我还是有些舍不下夫人。舍得下？将军莫要啰嗦了，速速离去。那好吧。跳。我若是再舍不下，我这将军夫人的命好。 怕是就要易主了。